第二，开导善男子、善女人等。这个善代表大家有善根，没有善根的人几乎不可能接近佛法。但是更重要的，各位又有能够受戒的善根。你拥有世间百千万亿财产，还不如有一个善根，可以受一条戒律的功德，哪怕一条。所以经典说，受一条戒律，就像经典说的，吃一顿素食，一顿就好，生生世世不会遭受刀兵劫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供一顿斋饭，今天你供一顿斋饭给出家人，生生世世不会遭受饥馑劫，就是那些贫穷饥饿的劫难。那何况我们能够受戒，特别是八关斋戒。汝等既殷勤恳请可尔为汝等做八戒本师。那我们要受戒，特别是第一次受无戒或八关斋戒、比丘戒、菩萨戒，乃至各位灌顶，都一定要有一个代表三宝的上师。所以问一下，第一次受八关斋戒的举手。啊，太好了，恭喜各位。好，请翻到43页第二行。福戒者，如来利益众生之首务。佛陀要我们持戒为入门，持戒就不会堕落三恶道或现世受苦。这个叫什么？来，诸恶莫作。啊，戒就是不伤害别人，也不会伤害自己的意思。圣贤修道之要阶，那你要成为一个别人尊敬的，能够有能力帮助别人的。基本上你要有一个善良的道德的人格。所以有位祖师说，没有比善良的心跟好的行为更重要的修行了，所以这一点是基本的。三机等见，七众通收。什么叫机呢？动机决定功德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第一个动机，就是希望这辈子快乐健康有钱。第二个，希望来世还可以更快乐，乃至升天，这个叫第一种根器。这个叫什么？来，你讲人天福报，做人快乐，来世升天。像各位喜欢移民到美国来，还不如移民到天上。啊，天上不用上厕所，你吃多少都不用上厕所。天上有没有医院？没有。天上你要娶10000个太太，嫁1亿个老公，随缘，而且他们不会吵架，所以天上的快乐没办法形容。天上的东西啊，你要吃多少就有多少，而且，譬如说前面这一盘菜，你看见了，你想吃，它就味道全部进入你嘴巴，你不会连咬都不用咬，所以没有牙齿痛的问题，也不用上厕所。你要穿衣服呢？你什么样的衣服都挂在树上，所以按照你的福报，所以叫天衣无缝，不用缝的衣服，不用上厕所，不用去医院，啊，要去哪里就去哪里，忙着玩呢，叫欲界天。所以最短的900万年，第二层天3600万年，然后乘以4倍，乘以4倍，一直到28层天，8万大劫。那如果你到了第7层天，你真的喜欢享受人，那么叫色界天，那就是天主教上帝的地方，那边没有男女的欲望，一点都没有，没有欲望的痛苦，没有吃的欲望的痛苦，每天就像去阿尔卑斯山看风景这样而已啦，听交响乐，不是流行歌曲，那种最美的音乐，所以没有这种男女粗糙的欲望。这个叫色界天，18层天。
那那边就算的都是几千亿年的快乐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快乐。什么叫初禅？就是说，像各位你打坐，打坐到本来脚很酸很痛，结果打坐一个阶段，不觉得自己有身体，这样啊，不觉得自己有身体那种自在，而且呢，心里想到哦，极乐世界想，你马上就可以想到那种心灵的快乐。所以色界天。那无色界天呢？连身体都没有了，它是一种心灵的禅定的状态。所以升天快不快乐？快乐啊！但是虽然我们佛教徒不是为了升天，但是你要把升天的快乐告诉别人，让他你想升天吗？但是如果你追求升天的快乐，你就不会在这个世间跟人家比房子大房子小啊，那个你就会看不起了。所以佛陀时代有一位优婆夷，就是在家女居士，每天门还没有开，她就进到里面准备扫地了。门全部都出家人全部要睡觉了，要关门了，她才最后一个赶出去。她每天都最早去，最晚走，最晚去，最晚走的一位女居士，50多岁了。那人家就问她，你怎么不早一点回去？我等一下去见我老公了，我要去见我老公。大家就说她神经有问题啊。那后来人家问佛陀说，她为什么说她要去见她老公？她这么忙。佛陀说，你不知道啊，她的先生是忉利天的一位天帝，他不过他的业报呢，必须来人间走一回，所以天上一天，人间就100年，所以他会说，我下午就要去见我老公了。他这边忙忙忙，忙到把功德做得更大，因为升天的人没有嫉妒心。他只有知道怎么样做可以升更高的天，所以他有一个业报必须来人间轮回一次。他也不结婚，他就每天一直去供养三宝，最早去，最晚走。他知道他再过几年，就是说半辈子，就是他50、50、60岁，他等于半天的时间，他早上才从天上来，下午就要回天上去了，他就要过50多岁。所以他每天都广修功德，我下午要见老公了。后来没多久，就听说他舍报。那大家问佛陀，佛陀说他直接升天，而且这次升天更伟大，不是做王妃了，是做天地的皇后去了。这个就是知道因果的人，他每天在这个世间在做这个善事，只是他没有听闻解脱的教法，因为他执着爱情嘛，他要回去见他的天地老公，但是他深信因果，这个叫第一种根器。所以受报完斋戒，可以圆满你的人天福报。下辈子你可以做皇帝啊，你可以做皇后啊，你可以住再大的房子，可是你可以升天啊。那第二种根器呢？你讲解脱轮回，因为体悟到世间一切都是变化无常、苦的、无自性、空的、无我的，这个叫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。世间的所有轮回都是痛苦。这个世间很多人说有什么快乐？佛陀讲一种快乐，没有欲望的快乐超过有欲望快乐的1000万亿倍。就像各位，请问抽烟的人快乐还是不需要抽烟的人快乐？不需要。那你就知道了，需要感情的快乐还是不需要感情的快乐？不需要。但是你要，你就很饥渴，很痛苦，很依赖。所以各位要了解轮回的苦，你千万不要想要去抓住什么，执着什么。那佛陀叫我们守报关斋戒来享受这种，你想远离的快乐，这就是出家的意思了，出离世间烦恼束缚的快乐，放下啊。那平常你很重视外表，但是今天出门不用化妆，快不快乐？快乐啊。所以各位要出离这些。那因为世间会之所以会轮回，就是因为我们有贪欲，所以特别今天八关斋戒，所以经典说你一辈子受5戒：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喝酒的功德，不如一日一夜守八关斋戒的功德。因为八关斋戒今天呢，不能有男女的淫欲，不能化妆，不能睡大床，不能听音乐唱歌，不能吃晚餐。这个叫断欲望，以不杀生，以不伤害众生的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妄语、
不喝酒为基本，进一步呢断除贪欲，所以证了第二种根器的功德，这就是解脱轮回。世间疾苦，出世间才快乐啊，就是要出离这个世间。出离不是离开，心里放下就好了。今天这个人骗你的感情，骗你的钱，你想到就生气，这个叫没处理心啊。你要想说，这是一个业报啊！那我过去伤害过他，所以我不要去恨这个事情。你要告诉自己，要放下，要放下。所以，然后呢，放下最好的方法是意念三宝，念佛、持咒，让你的心不要去想那个事情。这一点要抓住啊！因为修菩萨道啊，你一定要练习这个功夫。你最爱的人快被杀死了，在那边挣扎。那你心里知道你不能被他卡住哦，如果你被他卡住，你没办法做事的。你要升起一个悲心，然后呢，最主要为了帮助他，我一定要保持在空性，我才可以转化他的心。就像各位，你在超度你的父母祖先，不在于外在的这些，而是你的心在哪里，你的爸爸妈妈心就在哪里。如果你的心在极乐世界，然后在意念三宝、意念净土，你妈妈就被你引导去极乐世界，这是一定的。所以心可以创造世界，心可以影响别人。所以，那作为一个菩萨，他就是要关心众生苦。你不能说哦，我安住在空性，哦，我去做快乐的事情，我好快乐，那你还是自私的。我们之所以去做这么多的善事，为了就是要减低他们的痛苦，他在被杀，他正在被开刀，他正在下地狱。所以为什么我们那天要去放生？经典说了，来放生七支生命，超度地狱之苦。各位记住啊，有人下地狱了，你看到报纸又有人谋杀被枪杀了，你帮他放七支蚯蚓，七支小鱼回向给他，然后念出他的名字，他马上脱离地狱。就像前一阵子，有一位沙特阿拉伯的记者不是被暗杀了吗？很多人喜欢看这个新闻，但是你光看，你却没有去做。你赶快为他救七只生命回献给他，这就是你看到新闻该做的事情。被杀跟杀的人，我们都希望回献给他，希望他们消冤解结。不然呢，到报纸登一次，他等于被杀一次，因为重复那种痛苦。就像你的儿子被车撞死了，人家一直问你他怎么死的，你讲完再哭一次，相片再给你看一次，他怎么被撞再看一次，这个妈妈心就要碎掉了。但是现在的媒体很容易这样子，那我们呢，看的人叫什么？念一下，幸灾乐祸。我们很容易堕入那种，就像看电影，精不精彩，砰，撞死几个，没人死亡，这个不精彩。啊，飓风来了，我们关心十几个，哇，死好多啊，死好多、啊！哦，这个叫飓风，哦，这个精彩。人们已经被训练成很愚痴，想要去追求那种大灾难。如果他们两个说没事，那没事就不精彩。啊，我们都好像看到一个赢一个输，我们才会觉得快乐。这是一种很残忍的心态，这个叫什么？念一下，阿修罗心态。就是说，虽然你有福报，不用被伤害，但是你在看那个对跟错，你进入那个对错的情绪叫阿修罗。就像现在中国跟美国在贸易谈判，很多人喜欢拿来一直讲，然后讲那个对两个，这个都叫阿修罗心态。你没有同情啊，两国老百姓的可怜啊，啊，对有钱人来讲涨几分之几没关系，对穷人来讲，对小公司马上就要倒了。最可怜的农民马上就要倒了，所以各位在这一点，你要从世间的事件去观察自己堕落在什么心态。那所以所谓第二种心态，那就是一种自己看到世间苦，我不要去沾到这个分别心，念一下烦恼、造业、轮回苦，每天都要背。只要你有贪嗔痴慢疑这些我执的种种起心动念的烦恼，你的身口意必定造业，造了业必定轮回。请问轮回是快乐还痛苦？世间疾苦，念一下，世间疾苦，西方极乐。那为什么请我们念佛？因为世间没有一样快乐，
就像我跟各位讲，移民移到现在了，移到这边了，将移到哪里去了？世间给你最高的权力、最多的钱、最高的、最漂亮的外表，你还是在苦的状态，吃一堆吃不对东西就拉肚子，手机看久眼睛痛，腰酸背痛，没有一个舒服的。所以这个世间一切不稳定，变化无常，世间苦。所以各位要一直体悟这个道理。学佛如果没有体悟这个世间苦，身心变化苦，我们叫五蕴会自苦，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求不得、怨憎会，最后一个叫五蕴会自苦，就是身心变化的痛苦。这个身心像在燃烧一样，色受想行识随时都在变化燃烧，很痛苦啊。所以要有了解这个生死轮回苦而升起出离心，因为你没有出离心不可能有大悲心，因为你了解自己的痛苦啊，你就不会去给别人痛苦。像你谈过恋爱失恋过了，或是你因为爱情而受苦过了，就像我这种人，我是因为爱情而受苦而出家了，我不是失恋，我是因为太爱我的儿子了，爱得我很苦啊。我才知道说，哦，爱一个人这么苦，原来有情这么痛苦。我太太也苦，我儿子也苦，我妈妈爸爸也苦，他们都很爱我，这个情字让我们受苦。所以绝对不要去碰这个，你自己不想碰，但是看到别人在谈恋爱，自己就想，哎呀好痛苦啊，那种苦怎么会变成乐呢？你爱得越深，就像我经常看到人家抱狗抱得要死，狗先死还是人先死？都是狗先死，然后他就要哭得半死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因为明明知道狗会死，但是他就偏偏要去爱它，所以那种情的痛苦没办法形容。所以各位，这个叫出离心。你有了出离心，那你才会去关心别人的苦。哎呀，这个苦这么苦，你怎么会去接触、继续触电呢？就像往这边的手会有被电下啪。会痛苦的，结果对方一直往这边走，一直往这边走。这个世间的大部分的众生，特别是人类，一直在追求欲望满足、占有、控制，这个真苦。所以你不会批评他，你讲因为了解，所以慈悲。所以你要从第二种根器升到第三种根器，这第三种叫三基。第三种根基是什么？就是升起为了众生苦的大悲心，而愿成佛的菩提心，而来受八关斋戒。如果你能够用这张最圆满的心受八关斋戒，当然最圆满的心绝对不离开人天福报的行为跟解脱的心态，只是把人天福报解脱的心态跟成佛的菩提心连在一起，这个叫密乘。密乘是连接在一起不间断的，而不是切开的，叫金刚乘。千万不要说藏传佛教才是密乘，汉传佛教不是密乘，只是汉传不用这个密乘这两个字，我们用的是三昧，保持在三昧耶的状态，所以叫楞严三昧、念佛三昧、波捉三昧。但是不可能说我在念佛波捉三昧我可以吃肉的啊，我可以杀生的，那你这样念佛就不可能的。你要达到念佛三昧、波捉三昧，你从人天福报的戒、出离心的放下，这些你都要圆满，更要为众生而念佛。那而且能够圆满九十天，这才叫波捉三昧。所以我这个解释比较久，因为如果我们修大乘佛教，你听我讲哦，修八关斋戒可以升天，可以来世富贵，用这样心来修的话，破菩萨戒，就是违背戒律了。所以我们愿意修大乘佛教的人，修行佛法一定要符合菩提心，因为华严经说离开菩提心所造的都是魔的业障，会让你痛苦的。现在你捐100万美金给医院，你想来世更健康，跟这些结缘啊，那这个叫是一个恶业。为什么这个业会让你去做很有钱的人，然后你更骄傲，更造恶业？那不回向这个什么，你要回向空性成佛众生，
那你这个业报还是在，而且这个业报超过人天福报百千万亿倍，你下辈子可以开100间免费慈悲念佛医院，来这边带你念佛，帮你医病，都帮你了，啊，因为你才有那个真正的福报。所以世间金钱的福报跟佛教的波罗蜜的福报做事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希望大家发起念一下，戒为无上菩提本，应当一心持净戒。那我们要为了要普度所有众生成佛的无上菩提心来持戒，那你的影响力就超过整个法界世界。你为了你家里来持戒，功德很大，父母会健康，祖先会超度。你为了解脱来持戒，来世你有机会正见出家，证阿罗汉。但是各位要一直调整自己的心，千万，我发现很多人说，哎呀，师父，那是你们有本事，我们没办法。那讲这种话很不负责任的。啊，众生皆有佛性，那这个跟在家出家没关系，只是你愿不愿意，四个字念一下，直下承担。当下就承担佛的心，学佛就要像佛一样，所以八关斋戒可以叫佛陀日，就是说做一天的佛陀。那站在小乘佛教叫进阿罗汉住，今天我要做一天的阿罗汉。所以他们住在寺庙，过着出家人的生活，这是在南传佛教。那站在大乘佛教呢，八关斋戒不见得要寺庙里面受，也就是说第一次你到寺庙受完以后，各位上班啊多忙啊，你依然可以受八关斋戒，因为你是在上班，在这些环境里面利用八关斋戒来修行跟帮助对方。也就是说，假设你今天受八关斋戒，你依然要上班，那今天我不用自私的心上班，今天我努力把事情做好，赚的钱我要捐给穷人老人院，这样啊，不执着的，不起贪嗔痴，不起伤害的，而且真心的感谢老板，感谢一切的去受八关斋戒，观念不一样，而不是说我躲到没人的地方去受戒，因为你是不舍弃众生来接触众生来受戒。七众通收，出家有五众，沙弥、沙弥尼、释迦牟尼、比丘、比丘尼，叫出家五众，在家有二众，男生叫优婆塞，女生叫优婆夷，所以这个都叫僧伽众，七众合起来叫僧伽众。那大乘的僧众就代表七众，护业三途而直趋人天，那我们守戒律就可以不堕落地狱鬼道畜生道，而且现世没有三途苦。什么叫三途苦？被杀、流血、被火烧，这种三种痛苦，你如果守八关斋戒，这辈子没有这三途苦，来世没有三恶道，而直趋人天，那可以来世投胎做人修行，或是升天了。或超有漏而净灯觉案，三界都是有漏生死的，就像有漏，就像一个盘子有一个洞，你不管放多少水，它最后都会滴掉，叫有漏。所以世间的所有的快乐，包括天上的所有快乐，都是有漏生死的。虽然你现在很快乐，但是你终究会老、会病、会死的。我很期望各位多去老人院，多去这个急诊处多待一下。好像我这辈子会出家，是因为我妈妈生病，我待在医院里面，我才去思维这个道理而决心出家的。因为我一直不了解这个啊，所以你去住医院几天，你才知道哇，没办法，那边痛，那边叫，这边睡觉，那边隔壁在叫，啊，生命这么痛苦，而且不分你多少钱啊，住的房间虽然我们去住那很贵的，很贵的，隔壁叫这边还听得见，所以有钱只是看起来比较高贵，生病起来通通一样。所以你会去觉得这个世间赚这么多钱，读这么多书，认为我家庭圆满，那是一种骄傲，你会把你这个我慢消瓦解掉，一点点都不能帮助自己的亲人，再多的钱有用吗？啊，再多的钱也不能买多一点一秒时间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时间到了，不管你30岁、40岁、50岁，
最近台湾我看报纸发生了很多个很有名的人都50多岁就再见了，大部分都是癌症，都是癌症，不一样的癌症，所以就是这样死亡了，而且都是慢慢憔悴受苦而死。那各位你要马上说自他交换，你也会碰到这个事情，难道不会吗？所以那你会升起出离心呢、啊？所以这个叫世间的快乐叫有漏了。那八关斋戒除了有人天福报，不堕落三恶道，人天福报还可以解脱生死，往生净土，最后成佛，这个叫而净灯觉案。但是这个有漏，你了解世间一切都是不圆满的，这个才是修行真正的开始。背一下，生命的本质是痛苦。不要光念哦，要修哦，要经常去想这句话。我们叫参话头禅修的意思，想一想，真的苦，儿子也苦，女儿也苦，爸爸也苦，你自己也苦，老公也苦，老婆也苦，总统更痛苦。这没有一个不苦的，所以生命的本质是苦。第二，生命的目的是解脱离苦。那既然你了解生命是痛苦，所以我们的目的要解脱痛苦。轮回，那痛苦的因是什么？贪嗔痴，刚刚讲了烦恼，这个贪嗔痴慢疑，生命的毒，三毒五毒，就会造身口意的恶业，会痛苦。所以你要断除烦恼，烦恼的根源是什么？我执，所以要有出离心。所以叫生命的目的是解脱痛苦，解脱轮回。但是更重要的，自己解脱算什么？众生父母都解脱才重要。所以没有一个我在受苦，念一下《心经》的重点：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。没有一个我在苦啊！所以万法都是虚幻的。那小乘的认为我在生死轮回在苦啊，所以我的苦来自于无明贪爱，所以我要消灭无明贪爱，所以我来出家这样的。那大乘呢？当下念一下，是诸法空相，本来就快乐跟痛苦都是虚幻的，都是假的，都只是一个天上的云一样的黑云、彩云、彩虹一样，都是空无自性的，如幻如化的，也没有我在受苦，没有我在轮回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那你要去思维这个道理。所以别人骂你的时候，或是你得到一个很大的快乐的时候，你要赶快告诉，不要因为痛苦而伤心，不要因为快乐而骄傲，因为根本没有一个我，这个是一个最圆满的大乘的思想。所以直接从解脱道就跳到菩萨道，我知道，但是别人都不知道啊。做一个比喻好了，就像你这个人是有爱心、孝顺心，结果外面有人要被杀，甚至是你的爸爸妈妈，结果你没办法去救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被关在监狱啊！如果你有强烈的我执、贪嗔痴，那你就会被这个烦恼业卡住，你根本没有能力去帮助外面的父母或众生。但是你有空性，就像各位你在做梦，我经常做比喻，当你做梦的时候，梦到你儿子最爱的死掉了，你会哭啊，对不对？然后醒来。原来是做梦，这个世间本来就一场梦，你现在你所看到的，所以来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对对对对，你要一切有为法，就是存在的、生灭变化的，都叫有为法；无为法就是空性。所以有为法讲的是我们了解世间的，为了取名，所以这个有为法另外取个名字，只要叫无为法，这样而已啦。所以一切有为法，爱情也好，婚姻也好，地位也好，生命也好，都是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这个露乃是刹那的闪电，它一下就没有了。应作如是观，观才是佛教的正知正见。那各位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啊！今天你的儿子被杀了，你要一直告诉你自己，那只是一个如幻如化的，我要冷静的去帮他，这样就好了。你不能哭啊、喊啊、昏倒啊！医生说你得癌症了，没关系，这个癌症也是如幻如化，我找到永恒的生命空性，慈悲比较重要。你要一直告诉你自己哦，
不然你会受不了，怎么办怎么办？然后师父，我要回去了，干嘛？我儿子生病了，我不走，八关斋戒了。因为你被境界拉走了，凡所有相都是虚幻，你有喜欢跟讨厌。各位，这个一定要练习哦，你不练习，你下辈子还是做女人。因为女人比男人少修五百世，不是说没修，是执着。女人很情绪化，非常的情绪，比男人比较理性，女人比较感性。但是感性是最好的，感性可以修菩萨道。啊，太理性，难道他就自私的修行，被人修小乘的去了？啊，但是各位，但是你这个感性要有空性，才会变成慈悲，不然就变成一种爱恨交织的痛苦。那这个要练习。那所谓八关斋戒，就是说，今天我说八关斋戒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要知道它只像电影幻化了，不要起心动念。我唯一该做的是慈悲。就像有一个故事，我讲一下，各位听过了。释迦牟尼佛还没有累劫累世以前，还没有正式进入圆满的修行的时候，他做一只龙王。那这一只龙王，有一天山上的寺庙在传八关斋戒。然后呢，他就跑去受了。那龙王有神通啊，他就变成一个人的形象去受八关斋戒。结果受完八关斋戒啊，他就为了安定的保持正念，他就跑到最高的山，卷在那个大树，因为他回到龙宫，龙宫都在玩了，男男女女的。所以他在那边修行的时候，结果山上有个农夫，哇，上面有一只蛇的皮这么漂亮，他不知道那个是龙王啊。如果我能够把他皮得到的话，我这下就发财了。结果他就拿了最毒的毒药跟斧头，他认为说把最毒的毒药撒在那个蛇的鼻子，让他吸一下，他就昏了，然后再扒他的皮。他不知道他是龙王，嘴巴一咬，整个山就崩掉了。结果龙王在那边修禅修的时候，这个农夫一撒，他根本不会怎么样，但是他斧头一砍，哇，他痛啊！扒他的皮更痛啊，他那时候可以马上一生气，那个农夫就死了。但是我今天在守八关斋戒，根本没有我的身体，也不能执着，根本不能有我的嗔心痛，我不行。他倒过来还想说，感谢这个农夫成就我守八关斋戒的功德啊，让我能够享受这个痛苦，修忍辱，安住空性，修悲心。他就慢慢被他扒掉，哎，扒掉以后，他都没挣扎，农夫以为这个毒药还真强，一下就死了，这么大只。他拿了这个皮就往山下跑，结果那个时候龙王痛到全身不知道怎么办，然后又有很多那些小动物啊，蚊蝇蚂蚁啊，闻到血腥味都要来吃，八万四千虫叮了他身上的身体，那个多痛啊。但是龙王说啊，那这是我最大的功德，今天我守八关斋戒，我宁舍生命也不要伤害他，他们帮我修断除嗔恚的忍辱，希望我将来成佛，能够成佛，这些叮我的虫就像扒我皮的农夫，我将来一定第一个渡他们。这个叫释迦牟尼佛，他就活活的这样被叮死，死了，因为他守八关斋戒，超越世间的这种分别念、嗔恚心，直接做什么？梵天，就是上帝，直接往生梵天。所以各位，请问是不是农夫成就了他？结果那八万四千虫是谁啊？后来都成为天人，释迦牟尼佛成佛，护法诸天八万永远在他身边护持他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吃的菩萨的肉。所以意思是说，当各位你平常你脾气再怎么不好，再怎么烦恼，再怎么放不下，那你今天守八关斋戒，要达到一个圆满的菩提心，那你要让自己超有漏生死对立之法。那你平常一个月能够练习一天、两天、六天，那你以后你的个性就改变了。所以我昨天有说，修行是一种改变啊。那各位一定要有决心，你能够在八关斋戒，而且我告诉你，你不想修就算了，就像龙王不想精进就算了，那些鬼魔冤亲债主就不会来。但是他今天想要解脱甚至成佛，所有的魔障都来了。所以你越精进，然后魔鬼魔障越多，你要越安忍啊，你不要生气啊。
这一点就是我老实说，我就是在修这个，所以我每天都跑别人的地方，寄人篱下，随时被赶走。我已经习惯了。他们说："海涛法师，你为什么自己不弄一间？像你这么出名，没有问题了。问题不是你，是我啊。我很喜欢做乞丐啊，我永远寄人篱下，消除骄傲啊。我师父说了，我以前做皇帝，动不动砍头。"现在我是接受砍头啊，但是我还没有被扒皮，还不错了，但是你要准备好观想这个，因为你要修空性，一直分析，但是你很怕境界，那就是等于没有空性啊，你只是在练习而已啊。你一定要有那种真实的伤害你的、刺激你的状况，看你的心态在什么阶段，不但没有恨。而且虽然痛，但没有恨，这个叫什么？来，身受心不受。身体一定有感觉，哪里没感觉的？空性就没感觉吗？空性一样被扒，变成比别人还痛，因为他感觉更深。但是因为他安住在无我，他已经把这个我的习性已经完全的放掉，所以感觉到痛，心里很平静。就像老和尚被开刀，忘了打麻醉剂，打完以后，医生问他说："痛不痛？""很痛，因为你没打麻醉剂啊。"但是医生啊，真的我没打，但是你都没动，因为我在念佛啊。这个叫老和尚的修行，这个叫老和尚，谢谢你让我知道念佛的重要啊。所以，因为他不念佛，他就痛死了。所以以前我在打坐的时候，一痛我就念佛，我就啪被打，不能念佛，不是不要叫人，因为师父要你现在思维空性，你不能转念转去逃避念佛，他就要让你很痛的时候不离开他给你的主题，你不能自己定主题，我赶快转来念佛，这样你才叫面对你的问题。所以那哪一天你练习习惯了，你专心的念佛就不会有障碍。所以这个叫上等根器，希望大家要追求这个目标，因为这不是为自己，这样你才会像一个危险场的职业杀手，对不对？很冷静，很冷酷，耐得起孤独，然后呢，去执行任务。他不会为情所困。一个女间谍跟男间谍，往往都是女间谍输掉了，因为他有感情。男间谍电影演他没有感情，跟你睡完觉。任务完成，砰！再见。他不会泄露机密给你，所以因为他内心很稳定，所以各位在这一点你要看清楚：凡所有相都是虚幻，唯有慈悲是我们唯一生命的意义。所以再背起来，生命的本质是痛苦，生命的目的是解脱。生命的意义是慈悲，所以我们要抓住慈悲啊！所以了解痛苦，安住空性，帮助众生。那你要背哦，不但要背，更要经常想。你不能不想哦，我会知道，知道跟你用是两回事啊。所以每天在这个世间走来走去，不管各位做什么事情，他都要让你面对佛法的。所以比较敏感的人，他看到一件事情，他就开悟了。万法都是佛法，这个世间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佛法，让你去看。所以佛法不在寺庙里面，佛法不在经典里面，佛法是在你的心上，来自你的心看到世界，面对众生而产生法，产生慈悲跟空性。那要练习如此。那希望各位今天了解，今天就用这样的情况来持戒、禅定、智慧，达到最圆满的修行。五圣运载戒为轴辖，人天声闻叫阿罗汉，缘觉叫毗湿佛，成佛叫佛乘。这个五乘，人天声闻缘觉佛乘，都要守戒的啊！你千万不要说我是修金刚乘的，我可以吃肉；我是修金刚乘的，我可以不持戒。这个是借口，你不了解佛法啊！越高的，越想追求越高的人，越低的要做得越圆满。
这一点，戒明明是戒佛制定的，一定要遵守啊。所以这个叫无称，万善克备戒为基本。你要圆满善法，那基本的你要持戒啊，不能说我今天做很多功德，但是这条戒我可以不用守，那是找借口啊。所以戒是基本。所以各位于今天早上来到我们慈贡宝法林求受八戒者，先当了解八戒明体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更一心祈请我们感千仁波切的加持，在家念僧宝的时候会念一下噶尔氏堂上，噶尔氏是感千仁波切的母氏，来感千仁波切，要这样他等于到现场加持啊，我们就得到一个很好的加持跟传承一样。次方以汝等意义传授之，然此八戒，翻过来44页，名曰八关斋，关者金币之意，为金币八世不犯故。斋者其意，以过中午不食为斋体。所以今天中午我们吃完，各位保证你要记住，千万不要去吃晚餐，除非你得糖尿病，不吃不行。因为如果你吃了，下辈子会变成很有福报的动物，那这意思啊，最有福报的动物是龙王啊，啊，因为你吃了晚餐，所以今天肚子怎么饿都不吃，你才会了解肚子饿原来脑筋这么清楚啊，啊，所以晚上不吃有什么好处？没有男女欲望。平常你睡到7点会醒来的，今天晚上你不吃，你明天你5点就自动摸零扣了，睡觉时间缩短，然后脑筋很清楚，晚上最好打坐，而且超越病苦，更重要，刚才没有男女欲望，啊，没有男女欲望，保持清净，而且更重要慈悲。今天洛杉矶一个人过午不食，整个洛杉矶的恶鬼道晚上都不会吐火，过午不食的功德太大了。所以我们大乘佛教，就算很多出家人没有过午不食，但是他们晚上一定先施食，4点半5点就先布施好那些恶鬼道，他才吃的，因为他吃是站在菩萨道啊，啊，要去助念啊。那如果站在解脱道，晚上也不用去忙佛教的事情，那你就可以天天过午不食，那是最好的。但是过午不食也有过午不食的福报啊，但是至少各位知道过午不食的功德。所以那你也不要请明天早上一醒来大吃大喝补一下，你马上会拉肚子啊，因为晚上不吃啊，你隔天吃也不能吃太多，也不能吃太油，不然马上会拉肚子啊。但是如果你能够保持晚上不吃，那你就可以多活10年吧啊，多年轻一点吧。因为人事实上消耗身体最痛苦的就是晚上来顿，因为你吃完以后太接近睡觉的时间了啊，特别有些人喜欢吃宵夜，那你的器官会伤害得很厉害。所以一般他们叫过午不食，早上是天人在吃饭，中午以前是佛菩萨阿罗汉，中午以后是畜生道在吃饭，傍晚晚上是鬼在吃饭。那我们学佛阿罗汉过午不食，今天。所以八世铸成清净斋体故，尤其外在八世内心斋体共相支持，又名八支斋法。须知斋亦名戒，所以中国人很喜欢说假斋假斋，不是光嘴巴吃素，斋是身口意三业清净，那是佛所制定的。因为这个八关斋戒并不是佛教的，这个6天不吃东西是印度教的习惯。印度人都知道这6天天上的神来调查善，鬼魔来找恶，所以他们都不出门，那天没有人会做坏事的，所以也没有人去乱吃东西的。那佛陀知道这个叫外道斋，虽然他们知道有鬼神，如果造恶业会被鬼抓走，所以这6天很重要。事实上斋日就是鬼日的意思，这些魔鬼出来找人，但是魔鬼要找的人，就像警察出来找人是找犯罪的，你没犯罪跟他没关系。
所以你这六天如果造善事，天上的神就加持你，因为你增加神的力量。如果你是造恶业，你增加魔的力量，这样啊。所以这个世界，神跟魔到现在还在打仗哦，啊。所以龙王有好的龙王跟破坏世间的龙王，破坏世间的龙王就专门制造海啸、地震、火灾这些。好的龙王叫龙天八部，他们在护持三宝，帮助好事。但是如果今天你在六灾日做善事，就增加善的力量，所以天神护法就护持你。但是你这六天是造恶业，那增加鬼魔的力量，你自己也很倒霉，那魔就谴责，佛就会谴责你，护法善神就会离开你。这是本来这个印度教就知道这个真相，那只是佛陀把它转为一样断恶修善，却在修行啊，这才是最正确的方法。然后站在菩萨道变成十天呢，十斋日。所以戒一名斋，其身口意三业故，那修行就不离开。所以今天最主要是身口意，一身业起则无秽恶。我们今天身体不杀生，不偷盗，没有男女的淫欲，也不爱漂亮，不化妆，身体也不睡卧高广大床等等。口业起则无诸过失。那各位今天千万不要骂人、骗人、讲是非。等一下有人打电话问你，你到底要卖多少钱？你不要骗他，你要说明天我再跟你说，今天不能骗你啊，因为这个叫口业的，今天你要守好啊。今天你儿子做错了，你跟他说明天妈妈找你，你千万不要今天。但至少你就修了一个忍辱，你可以忍到明天就不会骂了啊。所以各位，这个一定要守住。所以很多人守戒都会贴个牌子，禁语，今天不要跟我讲话，免得我造恶业啊。今天我只有念佛、诵经、持咒啊，讲佛法，不讲世间话。再来，心业起则无烦恼诸漏业印。那各位一定要把持住，如果今天你守很好，这一辈子都不会得癌症，你会不会守好？你一定会的。这十八关斋戒真是可以改变命运，所以你要不要守好？一天一夜可以远离病苦，一天一夜可以脱离三恶道。你造了多，所以我们在监狱经常去传戒，那些死刑犯、重刑犯，我们就告诉他这个道理。特别死刑犯最喜欢守八关斋戒啊，他知道死刑是必然的，但是能够改判无期徒刑多好，但是死了的时候不会堕落三恶道也好，他们那个时候受戒真的很认真。我是从这样开始的，我之所以会弘法是从监狱开始的，所以我在监狱里面有那种监狱的热忱，讲佛法的方法到现在我还保留的。如果在监狱我讲话不像这样，他会跳起来，早就睡着了啊。监狱的人他们不专心的，自己在忙东忙西的，你讲的不好，回去回去，他不理你的，他哪里知道你是什么海涛不海涛，他根本不认识你啊。但是你必须从这里面去了解人性，而且看到他们认真的那一面是什么，跟脆弱的那一面是什么。特别是死刑犯，特别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告诉我说，那两三个过几天就要枪毙了，但是不能给他知道，让我知道。那有时候我去的时候是好像说不小心去跟他讲话，我也不能故意就跟他说，是不是我要死了？来问我说，师父你来是不是我要死了？我说没有啊，我走进来而已啊。但我心里知道，但是你要慢慢慢慢慢慢慢，你要判断得很好。哪一天他主动讲，哎呀，师父没关系了，就算我枪毙，我已经准，那我再跟他讲，那你如何面对这个枪毙？当子弹打你的时候，当你被拖出去的时候，灌你高粱酒，给你东西吃的时候，你不能，有些人就两腿发软了，有些人就逼疯了，而且最可怕的是，你杀掉人的亲属就在那边看着你，他们要亲眼看到你死。而且最难过的是，他家里人也都不知道他要被枪毙了，一般不通知他家属，只是在枪毙完以后再通知他家属了啊。所以他那种心情的复杂没有办法形容，而且进到枪毙的地方是最可怕的，不能有任何色彩，灰色的，只有前面一滩沙，在台湾是这样，然后把你双手绑在后面，然后
当他推到你杀的时候，然后就给你两枪，这样。那有时候打好几枪也不会死，啊，所以他们有各的业报，而且那种心情的复杂没办法形容啊。所以那但是那个时候，如果他们生前有受过一次八关斋戒，又有念地藏菩萨，很稳。我看他们死了以后的眼神都很庄严，不是那种惊吓暴毙而死。所以每个人有信仰跟没信仰，不管他是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佛教，只要他信仰，他就知道说我有来世，对他是有帮助的。好，所以各位，这个你要观修啊，你不能说好好好在我没做坏事，那你就不是修菩萨道。菩萨道是我就是死刑犯，我就是被泼硫酸的那个人，我就是等一下要被断手断脚慢慢凌虐而死的那个人，甚至那个动物。那你要自他交换，你要习惯众生的苦，而不能一直关心自己。我不造业，我很尊心在念佛，我很安定，都是在想自己，你完全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。那你以为你在修菩萨道是骗人的啊！所以我们现在的心没有个人的烦恼，意念的众生的苦。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，短短的时间，你说叫我们天天如此，可能做不到。但是各位在家。在家之人多恶因缘缠绕过，你要经营感情啊、家庭啊、事业啊，谁生病啊，都红包白包啊，太多太多的事情了，很烦恼。所以你要能够安定很难，但至少斋日的时候各位把它守好，你就练习得非常好。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秉持虔诚，内以六念净其自意，除了身体嘴巴守八条戒律，重点是心态。第一个念佛，阿弥陀佛、药师佛、十方诸佛都是为我们而示现的，所以叫慈悲导师。第二念法，每一个佛都是体悟了因果空性的道理，所以过去现在未来诸佛，我们拜佛，佛拜法，所以各位要念法，华严经、金刚经、地藏经、大威德金刚都可以。所以十方诸佛的法，我在这边我非常祈求各位一定要多读诵大乘经典啊，因为我发觉现在有很多菩萨修密乘是很好，密乘大部分是出家人在专修，而且他直接从论，而且各位也没有读论，然后再来就是开始修仪轨这样而已，那这样是比较欠缺的。那佛教的真正的修行要经律论都要，然后你再开始实修，所以他才会说显教至少要修12年，但是显教的重点是经典。但是我发觉现在修密乘大部分不看经典，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。那你没看经典，你就不知道哦，嗡达勒度达勒度勒说哈是出自哪一部经啊？你不知道整个因缘，然后当然你有信心念没有错，但是你不了解。整个的六十大明咒、多罗菩萨、大白伞盖这些你不懂，这是很可惜的。所以我们在密宗里面至少会规定，至少要把大日经、金刚顶经，乃至呢月光菩萨各种各种的经典，你要念药师咒，你要把药师七佛经、药师本愿经全部看完了解，然后呢有这个经做基础，然后呢论来分析，然后再来修仪轨，这样比较圆满啊，希望大家把握这个。那至少一定要看经典了，经是佛亲口说了。第三念身菩萨，出家人按照佛的教法在实修的，是我们做人跟天神的福报，天上的神能够供养持戒发心的出家人可以升更高的天，所以叫人天福天。第四念天，只要我们好好持戒，哪怕是守一条菩萨僧戒，来世都可以升天。不过我们佛教徒升什么天呢？念下来都算内院极乐世界啊！如果你要去都算内院亲近弥勒菩萨非常好，他讲的是不退菩提心的方法，乃是你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乃至十方诸佛菩萨的净土，都可以在那边长寿安乐，不离菩提心。第五念戒，那所以你一定要按照戒律来恢复身心的清净，特别各位平常有守五戒、十善戒、菩萨戒，
那在八关斋戒那一天，你要把你的戒条能够用在你的身心的调伏上面。第六，更重要了，念布施，我们要关心众生。我们守戒不是为个人的解脱，一切为众生。所以这些众生轮回的苦、贫穷的痛苦，特别是世间，那我想现在在美国这个最强了，穷人多。听说我们加州这些游民特别多啊，贫穷人特别多，各位要多多的帮忙啊，多多的帮忙。所以外以八支约束其心口，内心保持六念法正念。到极乐世界，事实上就是念这六条。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这个叫极乐世界。所以，如果你能够保持正念，你当下就在极乐世界了。外以八支约束我们的身口：第一条，不杀害众生；第二条，不偷盗他人财物；第三条，今天男女之间全断淫欲。各位，今天夫妻也不能一起睡觉啊！今天你们想办法分开吧。所以，台湾人有个习惯叫“困佛斗咖”。意思是说没地方，那就睡在佛桌下嘛，啊，男女分开睡，所以更好是什么？下回八关斋戒，各位最标准的八关斋戒不是今天啊，八关斋戒受戒是在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就要受完戒的才叫八关斋戒，那明天太阳一升出来之前，一升出来你就舍戒，刚好圆满24个钟头，啊，但是现在我们的做法。就是把6点改为9点了，因为怕各位不来嘛。但是这方便吧？但是以后你了解了，我们标准的八关斋是前一天晚上你就要到寺庙睡，然后3点半就起来，4点做早课，然后做完早课就受戒，受完戒以后刚天亮刚好用早斋啊，然后一直到隔天。那这样，这才是圆满，也让各位没有在家里睡觉，多快乐啊，对不对？练习练习那种睡在寺庙的生活，将来有机会最好有寺庙，那最好了。所以第四条不骗人，第五条不喝酒，第六条这上面没写，今天不能擦香水、香花、璎珞、香油涂身。所以今天晚上回去不能洗香皂、美发精，今天身上不能有戒指、耳环，今天不要穿动物皮毛的，今天要保持这样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不执着外表身体的漂亮跟享受。第七条，不睡卧高广大床，今天不能睡夫妻床。八关斋戒要睡单人房、单人床，或是睡地上，睡寺庙。不歌舞娼妓，故往昆汀。今天不能去唱歌、跳舞、听音乐。你可以上网，但是不是为了游戏，是为了研究佛法啊。第八，乃至第八，离非食食，就是中午吃完，晚上不能吃，一直到隔天中午吃完以后，下午只能喝水，或是加糖的水，这样而已啦。由是身口意三业道清净。成为出离世间轮回的正因，就种下解脱啦，乃至往生净土，解脱生死之根本，可以消除各种的痛苦。所以各位，如今一一闻之矣。果能如法禀受佛。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，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，达到无我的空性，达到慈悲利益众生，更要随时收看，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账号19965232。